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沿着海边走到石龙岗的西边出口，然后在石龙岗绕一圈再回来，然后再回家。哎，你只要游下去，一直游下去，一直游上来。我们的目的地是石龙岗岛，那在我的身后的左前方是马来西亚，然后这边这个方向呢是乌明岛，那我现在所站在的地方是新加坡的本岛。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地理位置，我现在站的地方这个方向是新加坡的本岛，那我的左前方呢这个地方是在很多很多工具机在运作这个地方，这个是马来西亚。那我的右前方一点钟两到两点钟方向这一块呢是新加坡的一个岛叫乌明岛，它是一个目前保留最棒最棒的生态系的一个地方，最原始生态系，那岛上大概几千人吧。对，下一次的话可以大家去乌明岛。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往我们的三点钟的方向要去石龙岗岛，那石龙岗岛也是属于新加坡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这边呢闻到满满海水的味道，这边水其实蛮清澈的，不过在还是有看到人为垃圾的存在，给大家看一下，海水很清澈，这边是石头型的海滩。好，那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个海边，然后到石龙岗岛的连接桥，那接下来会用缩时摄影呈现，那大家就看一下就是左右两边的风景就好啦。好，前面你会看到一个连接桥，就是连接新加坡本岛跟石龙岗岛的一个连接桥。对，所以我们等一下直走之后左转就可以到石龙岗岛咯。我们现在到了石龙岗岛的西边的路口，然后石龙岗岛原名叫 Coney Island， 对，然后这边是路口，是大家一个合照的地方，那我们会在这里做合照，然后再进去路口。Sorry， 然后里面有幸运的话可以看得到猴子。OK， 那我们进去喽。棒棒的，这边全长如果要走来回大概一个多小时，看看走多快，慢慢走的话可能两个小时跑不到。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西边走到东边再走回来，所以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走，一个是走像这边有点偏山路去海边回。跟大家讲一下地图，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点，所以我们如果要走大概三边，沿着北边的海边走，我们可以看得到乌明岛的风景，然后回来的时候再走南边就是沙滩地形，然后再回来我们的原路西边路口，然后我们可以在东边路口也可以再拍照一下。我们先到一个小站休息一下，这边是一个木桩区，可以给
就是人呢、啊、在这边玩，然后培养平衡感。这边其实很大一片，到前面都是，然后很多人都在这边休息。然后这边有一个凉亭，对，可是现在那边有人，所以我们不方便过去。好，我们刚刚吃完一些小甜点，现在有力气了，那我们继续走。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是石龙岗岛的北半段，然后这边前面有看到帆船有没有？那边是马来西亚的边界，有人在帆船。然后这一隔过来，这边是雾明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很漂亮，有没有？我现在走这边，沿着海边走，然后沿着北半段，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走南半段回去。漂亮哎！再给大家看一眼，漂亮漂亮漂亮！这边晚上可以看夕阳，棒棒的。到很漂亮的地方，可是现在有人在拍照。螃蟹洞哎、欸。好多螃蟹哦，这边有螃蟹哦，螃蟹留下的痕迹，挖了洞然后就会把一些排泄物弄在旁边，对，这螃蟹的痕迹好多只，不止一只。在另外头是有看到一群猴子在抓螃蟹，猴子抓螃蟹，就倒下了猴子，怎么吃啊？反正他们就有办法去挖，挖螃蟹吃啊。前有人在钓鱼哎，海钓哦。这一区是螃蟹留下来的印子，
你要脱鞋了，不要想不开。慢慢走就好了，我觉得你可以走到这种比较硬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沙。这连床垫都有啊，这海洋垃圾也太夸张了，床垫跟那个木板，然后这个是宝特瓶，一袋的垃圾5公斤的，夸张张。这是两个废轮胎，可是搞不好有的时候废轮胎是可以当救生圈用的。应该补不起来啊，看情况啊。可是海水搞不好补得起来。啊，这一区好低哦。好吗？这里是好的钓鱼地点吗？这个不算好，因为它这边有个弯呐、啊。有个弯，你要看能不能钓到鱼。这边水太浅了。太浅了哦。太浅了。可是它可能要抛很远。都看不到哎、欸，这里啊，嗯，啊，哦，有看到了，能让它出来吗？它会不动吗？算了吧，你还是这样看它。活的，可是它万一晒到太阳会被死掉。不会的，这边待会又会再长草。有在动吗？有在动耶！真的有在动啊！活的。有在动，我有录到。这只呢？也是活的。对啊，这只也是活的。有。活的，哇哦，真心疼。哦，它一直动，它一直动。超 Q 的尸体，好，粘这个也要。
到东边出口了，对。所以我们刚刚沿着从西边出口这边，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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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沿着海滩，然后这边穿过来走陆路，然后再回来走，这里是东边出口。然后我们现在决定不要再走回去了，所以我们从这边东边出口回去，回我们的家。前面就是出口了，这边是东边的出口。有人在玩跳拍，他们在玩跳拍，好有趣哦。有小朋友在玩泡泡哎。这个桥走回去新加坡的本岛，前面有一个快艇，红色的快艇，蓝蓝的，现在天气很好。这边很适合运动的地方，是新加坡的一个河流的一个出海口。这边有点像是过滤系统的一个感觉。这边今天很多人骑脚踏车，今天是礼拜天 Sunday Happy Sunday， 很多人在骑脚踏车。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 Bursaris， 我的两个同伴在清脚沙子。结束了，我们现在从东边出口，石龙岗的东边出口现在出来，然后现在结束，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对，然后今天这样子路程，我们大概走一个半小时，所以90分钟。其实我们慢慢走，加上我们路程走的是海滩的关系，所以走的时候还蛮艰辛的。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要走就是森林里面呢，还是要走海滩的边。然后我现在后面就是东边的出口，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看中间的话我们再找看有没有餐厅，还是吃一下。现在离晚餐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来看鲸鱼，这边是靠近巴斯利斯的，就是仓库，然后这边很多卖鲸鱼的地方，还有卖水草啊，就是这个一只15块，很漂亮哎，我以前养差不多这么大，然后它是从这么小只养到这么大只的。
这个就是我以前养的那种。以前有一次啊，我在宁夏夜市，然后捞金鱼捞到这个两只，然后大概花80块就捞到两只，结果这只是超大只，就被我们家的这只小金鱼吃掉，就最后它们死掉掉。是长尾巴的，就是要这种。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